上水山清水秀，地区密度低，绿化带充足，楼价相对合理，是不少健康生活人士的理想定居地。想找一些健康生活的靓盘，今集立即为你送上。由上水站出发，最近车站的就是居屋彩蒲苑。屋苑总共有四座，提供约2100个单位，实用面积由330尺到430尺。建筑设计为较少见的风车型，提供一房或者两房单位，而工作间可以改成厨房，所以颇受欢迎。由于邻近彩园村，所以可以和他们共用丰富的社区设施，日常消费、交通出入完全是没有问题。对健康生活有要求的你，屋苑设有篮球场、足球场、休憩花园等康乐设施，附近还是踩单车的热点，完全可以满足日常运动需要。如果你对会所设备有要求，同埋想找一些年轻一点的屋苑，锦裕皇庭就一定啱晒你啦。位于上水青晓路的裕皇庭，由恒基牵头发展，三座物业提供922个单位，单位间隔亦都多样化，主打两至三房，约500至900尺。至于双连同埋复式户，全部都过千尺，无论个人定系家庭换楼客都可以照顾到。屋苑分两期会所，提供超过50项男女会所设施，还有香薰水疗、桑拿和美容给女士探下，健康生活由身心开始。交通方面，屋苑距离上水站大约10分钟左右，加上屋苑对出有巴士和小巴来往粉岭和大埔，交通非常方便。跟住落嚟要介绍大名鼎鼎的上水中心。上水中心一共有6座，提供1128伙，面积介乎330至623尺，以两房一厅至到三房两厅开积。而基座就是香港北区主要商场之一上水中心购物商场，店铺种类包罗万有。附近社区文娱康乐设施就更加丰富，有北区公园、北区大会堂和天平体育馆等等。而且上水中心设有行人天桥直达港铁站、巴士、小巴总站，购物商场可以说是一个完美的生活网络。今集介绍是这么多，还想知道多些，记得联络美联物业啦。